啊，拍拍佢档，可以录制，系啊。系啊，好忙啊你，唔系啊，好夜收工，啊。冇 啊，其实系，见你嚟咗参加观星者啲工作坊啦，又觉得你有啲睇法啦，咁想揾你倾下偈啫。可以啊，好嘛？或者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点样解释系啦。咁 就啱啱毕业啦，仲毕业咗年几，系啦。咁而家做紧嘢咯，准备今年读翻书，OK。谂住读啲咩？读翻旅馆。旅馆酒系店，咩？哦酒店，，OK，OK，咁有兴趣嚟参加我哋啲活动嘅？其实本身系 Miss 抄，咁就话一拉我入嚟嘅，咁佢见我嗰排咧就好犹豫啦，同埋成个好迷茫，咁跟住就话不如你嚟参加啦，哇好啊咁。咁你参加咗啦，有啲咩发现？发现到唔系话发现到乜嘢嘅，但系就个睇法好似多咗好多睇法咁样咯。系因嘛？为喺观星阵个入边个班都系一班都叫做好有谂头嘅一班人，咁佢哋俾多好多睇法我。例如咧？例如。喺自己即系点样去表达自己，同埋点样睇自己咯，系啦，即系令到我重视咗我系时候应该要着重翻自己咯，唔应该话咁再去 please 人哋啦。点解参加一个咁嘅活动有咁嘅奇想？你平时嘅你系点样嘅？平时系人哋。话做咩就做咩咯，即系都冇谂过话自己想同埋自己嘅自己想做啲乜试下，但系如果你俾我话，不如你去试下呢样嗰样啦，就我又会去咯，即系好被动咯，唔算话好主动去为自己去想去谂咯。但系你嗰个唔主动，唔代表你心里边冇谂法噶喎。我心里边，因为即系做一样嘢，自己好忙咧，咁变咗已经冇咩时间去谂话我想点咯，即系已经听唔到自己把声，咁点解嚟到一个咁嘅工作坊，或者你嚟过两次三次啦，系咪两次。啊？系咯。咁啊，我都好记得，其实你嘅观察力好强。系咩？多谢。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回事嚟啦。观察力强，两睇啦。一嚟系本身系即系网上面嗰啲写作啦，咁都会去留意下身边有啲乜嘢嘅。咁二嚟就系做嘢咧，都要成日都要睇人哋。嗰啲眼色啊，即系要识做咯，系咯。你做啲咩要睇下颜色？颜色，楼面，跟住做个文职咯，文职都要睇老细颜色嘅。咁但系有冇人睇你颜色啊？咁冇啊，就系点解会冇？即系好，即系。小树苗咁样，咁唔需要睇我呢啲咁小角色嘅颜色噶嘛？即系上头俾咩我做，我咪做啲咩咯，就咁样。但系会唔会有冇谂过，我哋嘅社会点解建筑成永远系一种阶级游戏？大家永远都唔会即系重视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嘅。你嘅谂法其实系一件事嚟噶。系噶，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好现实咯。即係有啲人
點講好咧？即係有啲人佢可能個社會地位高啲嘅，咁佢講出嚟嘅嘢係會有人聽咯，但係可能比較弱勢社群啲嘅，就冇咩人去聽，或者冇人會留意到佢哋嘅存在咯。但係即係呢個世界都會總有啲公平或者正義嘅人會同佢哋為佢哋發聲咯。即係呢個世界係平衡噶嘛。即係如果極端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就會即係會去到極端嘅臨界點會爆發噶嘛。即係所有嘢又會重新嚟過啊！所以我就覺得你好有趣咯。其實一方面咧，你又可以好容易自我矮化，但係調翻轉頭，其實你又好強勢、好強嘅自己觀點睇法。你係咪打緊場好大嘅仗咧？發現都係啦，天人交戰散步，即係成日都話，不如你試下講下你自己想諗啲咩嘢啦。但係有一方面又好似好就人哋咁樣，即係變咗唔敢講。会不会觉得很多时候因为 你自己、都是有泰国裔啦，也都所以对身份这件事更加敏感啦，在一个社区社群里面是吗、反而这个就没什么影响。 OK， 即是就算人家知道我泰国人都没什么影响，是吗？这个反而就没有。 OK， 因为你香港成长，也都你不说都没什么人知道，是吗？系啊，系咪 ？OK， 好多人知嘅，但系唔会话去介意我系边一度人咯。OK， 但系边方面令到你好多时候会介意咧，或者唔自在？你话泰国人？唔系，即系平时你喺香港，而家你生活上边，生活上可能好在意阿爸阿妈谂嘅睇法咯。OK。即是我有陣時我係好錫阿爸媽嘅，咁有陣時變咗成日都就佢哋咧，咁變咗自己冇咩，即係冇咩處境咯，即係佢哋話咩就話，就係乜嘢咁。咁你就佢，你開唔開心先？我唔開心㗎，其實就人點會開心嘅啫。咁咪好矛盾。就係委屈緊自己㗎嘛。係咯。心嘅。即是一方面你说你很锡他嘛，第二方面你又很咒他，但其实你又不喜欢咒他的嘛。哇，真是做人几困难。都是锡他，锡他们先咒他们嘛，你不锡过我点你点，即是我点都得啦，是不是这样先？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你可以锡多久呢？那你觉得爹地妈咪锡不锡你？他们都很锡我的，但只不过是他们不知道我不想只是接受他们给我的东西，即不想一味接受他们给的东西。对，即是他们没有留意这件事，即以为我是很欣然地会受他们想要我受的东西。有冇谂过喺香港读书咁多年里边咧，大家系咁读书考试，有几可去讲下一个人同自己父母亲嘅关系，系应该点样去建筑？觉得冇人讲过呢样嘢。学校从来，学校从来都唔会讲。就算学校点样同学，即系学生同埋老师点样相处，都冇人讲。呢一種關係，點解咧？依件事係咁貼身，同你一生都有關係嘅喎。我覺得係因為香港即係呢一個環境搞到好功利咯，成件事即係就算讀書都係為咗某一種目標、某一種利益先去讀書咯。即係我讀，即係喺香港好大部分學生，絕大部分學生一定會諗：哇！我讀咁多書，考 DSE 考到幾好，都係為咗一份工，或者我係為咗入到一間好嘅大學。
跟住我喺好嘅大學畢咗業之後，我就揾到一個好局咁樣咯，即係佢哋嘅諗法咁樣咯，就係冇話會諗過話誒點樣去同父母啊，點樣去處理自己嘅人際關係。你唔覺得呢件事係幾荒謬嘅咩？好荒謬噶，其實我覺得即係點可以咁嘅啫？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學校係育人成才嘅地方咯，即係教人哋做一個機器喎。但係喺咁嘅狀態底下，你自己點樣去調節咧？如果嗰時讀緊書咧，其實係即我話係好好嘅，即都好睇重啊學生同埋老師嘅關係，即係學生同老師相處得唔差咯，一啲都即大家係有感情，唔係純粹係啊你讀即你有我有我教書，你有你讀書咁嘅狀態，即大家都要有來往。咁樣係，但係呢啲老師又唔係好多喎，係咪？其實咧，香港有好多好有心嘅老師咯，但係只不過係佢哋即係俾教育制度去捆綁住佢哋咯，即係佢哋好多時都好想教一啲課外嘅嘢，但係無奈即係時間唔多咯，同埋課堂嘅時間即係攞嚟教書，咁之後仲已經冇啦。但係你頭先講得好清晰，講就話你覺得一個老師被捆綁住。他们是无所适从，但是这种状态是不是好像你那种状态呢？其实你又好像觉得自己被爹地妈咪捆绑住，又不能自己这样。那为什么香港这么多人都觉得不能自己无所适从？现实咯，觉得反而现实。现实是什么？你讲的是什么现实？现实就是香港而家嘅生活環境咯，即每日就係翻工翻工翻工，讀書讀書讀書，揾錢揾錢揾錢，好啦，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好奇啦，喺你呢個咁嘅狀態底下，忽然之間，因為 Miss Chow 邀請你嚟參加我哋啲工作坊，咁但係我又覺得，你一啲都唔即係冇唔自在喎，你好快就 tune in。其实你看到啲乜嘢，见到啲乜嘢？你咁讲我冇咩头绪喎。可能系大家发表意见嗰阵时咧，就听到唔同人讲嘢咯，跟住就反思紧自己之前嘅谂法咯。平常好少有呢啲咁嘅讨论，系咪生活里边？因为平时即系人有人做嘢，我有我做嘢，咁你唔会去有一啲时间咁样倾偈噶嘛？咁即系当一个人冇，即系当一个人佢就一个人啫，即系佢冇其他人同佢接触咧，咁佢系唔会产生一种新嘅谂法噶嘛？即系唔会有碰撞，唔会有摩擦，唔会有火花噶嘛？即系永远佢谂嘅嘢就系嗰样嘢咯。但他不知道原来跟其他人相处是会即他会有自己身体的看法。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看法或者这些关系其实都是大家去建造创造出来的？是啊，是大家创造出来的。但是平常为什么这么少去创造这些空间和机会？可能香港人太忙了。即系忙到连呢种关系都冇办法去产生出嚟噶。哇！咁你讲法，咁我哋咪真系好得闲咯，系咪？系啦。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大家一齐可以倾下偈。不过真系好难得咯，即系如果假如你喺咁嘅环境底下，你嚟到又真系可以自己调节到自己在场，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件事嚟。因为你发现今日很多人去参与艺术啊、创作啊，甚至或者去观赏的过程、都好像变成一种买卖咁样，系嘛？即系好商业性咁样，但系好少静落嚟去问，其实你做紧啲乜嘢啊？你做紧嘅嘢同我有咩关系啊？系嘛？我哋可唔可以倾下偈啊？
系咯，我最后想你同我分享下，即系如果梗系回到我哋呢个计划，有三个字嘅，OK，观、升同振呢三个字，对你嚟讲呢三个字有啲咩联想？公司喺你生活上边，系一种系一种启发咯，或者系可以激发到我谂嘢嘅地方咯，即系会令到我会思考嘅。在你平时生活里面，这个观字存不存在？观字是，观字是存在的。OK，它是什么质地的观？它是，带有这种利益关系的观。没有其他了？没有了。但你呢，心目中觉得可以的观可以是怎样？我生活中的观就是要去留意身边哪些人要应该关心咯，还有去留意话，即系去睇下边一啲，唔系边一啲，边一种物件要我哋去值得去关注，即系边一啲人值得去被关注，同埋值得去被关心。OK。所以其实你观是有些要求的，你不是一般人没有要求的，白白爽。是的吗？他们观是怎样？我想听。不是，我觉得很好。跟着我就会问，你觉得你平时现在生活里面经常听到的是什么声音？经常听到很负面的声音。Okay， 为什么是负面的声音？首先在香港一种这么压抑的环境呢，很多时候自己的想法是会被忽视的，即是很被很多，即是自己的声音很被很多东西冚过去，令到自己没办法去听到自己的声音。跟着就变了很，他们即他固然是不开心，因为没人听他的声音，他就变了很压抑，即是很不开心，很负面的东西，即接踵而来咯。但是你觉得这些声音是不是还有很多其实可以不是这样的声音来？是，我觉得是。是吗？应该还有什么声音？应该是说他分享 他所做，即是他现在做的是有价值的，或者是值得去被欣赏的。OK。但其实他们做的事呢，即是平心而论，他们做的事是有价值啦，还有是值得去被欣赏，只不过是在这些这样 很扭曲的社会，是会觉得他做的事很无谓咯。即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咯，香港。其实你的观察来讲很好。是吗？是。那我就说，你觉得到最后，如果假如说你每天走入去不同的场域，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一个局，一个阵这样？会的。是吗？你见到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阵？不同的阵都是。是的。是什么？怎么不同法？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些相对性是有好像的？即打个比喻啊，即一围台可能聚会，咁坐埋同一人食饭，咁呢个都算阵啦啩，系咪先？但系咧，坐一围台，但每一个人咧都会喺自己嘅位置上面咧画一个圈圈咯，即佢哋又系佢哋有自己嘅阵嘅，即永远个阵咧都系阵中有阵。即他们是想要同人隔离咯，即他们不想被人知道我怎样怎样那些咯。OK，
咁你觉得我哋而家倾紧偈，你有冇画到呢个圈圈啊？冇啊，冇啊，圈圈啊。系咪啊？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系话讲一个自由意志嘅啫，系咪？点解你觉得个台台里边咁多人自己画咗个圈圈喺度？点解我哋嘅文化会咁？人与人之间嗰种人际关系好薄弱咯。就唔會再重視聯繫呢樣嘢，即就算而家科技咁發達，即有電話咧，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用電話傾緊偈咧，我覺得傾完就算咯，即當咗好依賴呢一種通話工具咯。但係如果去到真實咧，一齊見面咧。又會覺得很抗拒，即係好似，哎呀，你做乜黐埋我度啊？咁樣嗰啲，你唔覺嘅咩？而家啲人係咁樣。但係佢係一個工具啫嘛。但係你點樣去運用呢個工具嗰個自由，都係喺我同你嘅手上邊嘅，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傾偈有冇，即係有冇內涵，有冇質地？係咯，係咯，係咪啊？但係有啲人係好依賴呢一種工具嘅，即係好似。WhatsApp 很多 emoji 咁樣，但你 send 一個笑出嚟，唔代表你係笑緊嘅喎，就好多呢種狀態咯。但係多唔多咧？譬如好似喺而家 Skype 咁樣，我同你咁樣傾偈，多唔多？唔清，應該都多嘅，但係要係好，即係兩個人係要樂於。呢件事咁先成立噶嘛？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咁打字上面都得啦，係咪先？你介唔介意話幫我聽你今年幾多歲？哦，咁啱好今個月二十。係咩？因為其實你問我，我二十歲冇你咁醒目啊。係咩？係嘛？可以，其實你心裏邊有好多睇嘢、觀嘢，有你自己好清晰嘅睇法。因為成日都去做暑期工咧，跟住接觸到好多人咯，即係接觸到比較大嘅又有，可能比較同齡嘅又有，咁佢哋即係觀察咯，又係觀察到好多嘢咯。係咯，我都話你個觀字有啲份量啊！多謝，謝謝你啊，拍拍手！我希望你第日如果有。時間繼續過嚟啊，好唔好啊？真係會盡量盡量抽時間。我哋啱啱今日先至去行完山嚟，係啊，成班人咁樣。喺羅中嗰度搞咗嗰個活動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好啊。咁我哋 keep in touch，OK， 繼續保持聯絡，謝謝你。好，早唞，拜拜。